大家好，大家好呢，来回复一下哈、哦，老师，刚刚在车上疯狂练习，大家好呢。Hello， 皆様はじめまして。日本の山形県酒田市というところから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。私英語の小鈴と申します。Easy Changli， 我叫小林。我叫小林，我是从山形县九田市来的，我是一级老师。请多指教，请多指教。我叫林华，我叫林华，请多指教。20岁。我叫郝奶，我叫郝奶，请多指教，请多指教。来，17岁哦，17岁，掌声有没有很大？17岁，再大一点好吗？中特别要为大家介绍登场的这个表演，在台中义铁道文化园区当中重现这个精彩的演出，城郊一方市集，这大家可以一起参与到过去，回到中世纪，还有中国的历史朝代宋元明，来让大家一起认识蒙古草原、日本武士，还有欧洲的骑士文化，以及可以体验在古装剧当中